服装在水中慢动作的舞狮。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更多资讯，也请您锁定中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同时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中视新闻全球报道，我是林佩杰，祝您新的一年狐狸全开，收获满满，我们再会。